欢迎收看百科时事，我是林德成。我们来跟进印尼亚航 QZ8501 的最新进展。印尼总统佐科威今晚抵达泗水机场，他在现场的记者会上说会继续进行搜救行动，当局会专注在搜索乘客和机组人员。刚从搜救现场回来的他形容现场起大雾，海浪高达3尺。不过他在记者会上并没有透露太多的详情，也没有指出坠机的可能性。他表示他了解罹难家属的心情，并勉励家属在这个艰难时刻保持坚强。他也感谢参与搜救国家的协助。对于坠机的原因，亚航首席执行员 Tony Fernandez 说 No, I mean it is too early and too speculative. What we're beginning to see is that there was some very unique weather conditions. 此外，印尼海军发言人今天晚上说，目前当局只是找到3具尸体，之前传出40具尸体的说法是他下属沟通失误所造成。更多详情请留意百科时事。